我不管你对他有没有，但是我对你有。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搞？我没有搞错。如果你对我没感觉的话，为什么每次喝醉我一叫你就到？因为我有把柄在你手里嘛。这段影片 OK， 你不喜欢我就把它删除掉了。你现在没有借口说我要挟你了。如果你不关心我，为什么你一直帮我跟姐姐修补关系？我不希望你们姐妹。你不用再解释了。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，为什么刚才我看到这个公仔的时候，你很紧张跟我解释？女人的直觉很准的。现在我不是想逼你表态，我只是不希望你继续骗自己。Amber， 你听我说完。总之，我给你3个月时间想清楚，到时候你应该能决定到底你想上天堂还是下地狱。还有啊，虽然我是魔鬼，但我一点都不怕跟天使比较。